战神出空仙君，去去呗，老朽若是再不能把出空仙君去第一月，就拆了我一人出来啊。姻缘阁的人来全新台做什么？是来报答仙君救命之恩的。仙子想干什么？差点触碰到仙君的神颜，因为小仙觉得仙君有些熟悉。我可以解释解释。其实没有必要。魔力仙变成了一只老虎。触碰仙君。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开。什么？什么方法？请二人提出一个人神祭命。我和出空仙君。